来一个帝王，帝王盖帽。玩法樱木哦，对啊，我到时候等把樱木出来一定会玩。哎，等一下，樱木到底要守谁？我守三井是吗？我守三井是吗？你要守谁？你要先讲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小啊！给他！现在没大绝，没办法。哎，没大绝啊！你先进攻一颗啊！但他到底要守谁啊？他搞得我很乱，你知道吗？你搞得我好乱啊！他都不守三井。汤姆猫没删啊！你看啊，我现在是对位潮崎哦，但那个樱木。他一直跑来守潮崎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守谁。对啊，好亮！等一下，12点抽。哎，二段触发那个晃倒，没反应过来。抽完会剪精华吗？会啊，照片是晚上马上剪。好，给花型，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别的招。OK， 还是灌篮。这傻小。那个拖时间，难道樱木断线了？你看那个三井的 ID， 你们看那个三井的 ID。不会进的，他刚进过一颗空位三分，哎，这颗是两分，这不是三分。我卡。现在樱木还有大绝，樱木还有大绝，安导，我真的觉得他妈超级扯，这真的超扯，给樱木大，好，然后这球守下来，我们再得一分，完美。打那个要不要打的那个拖个延长好了。哎，我的天啊！给我！进！也是潮汐啊，那个人不会进啊，
花型给点力啊！你应该不是只有灌篮而已吧？哎，会被抄，会被抄，很危险。Gotcha, bitch。捡了一个，关键的一球，关键的一球。你手拍，你手拍，我手三井。没事，我们有最后一波，打最后一波，不要给三井投三分的机会。哈，神偷分。以为我要强投是吗？carry 了这场比赛 ，C 了一把，他们想要抓我强投，你知道吗？可以玩中锋吗？我中锋不会玩。这两个是香港人是不是啊？怎么又双排啊？干，真的很容易遇到双排。这两个在冲啊小，闭嘴啊！注意啊！这没进没办法。哎呦！哎、欸，干，系统在搞，进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系统在搞，帮他换那个，啊，这个严重干扰进，控位没进，这个不会进啊，妈的严重干扰，他怎么会想要在他面前，池上面前投啊？怎么会在池上面前投啊？阿翔，换不倒，真的是白痴。传球啦，大哥，你前面慈善啊！他出手的意识很强。哎呦，靠背啊！感觉要给青田大吗？这青田刚大过了，不会进，反一个啊！他连跳都没跳，反啊啊！没反。Nope。投干！他刚刚那个空档你知道吗？阿神那刚刚那个大空档，他投的话一定进。感觉会给鱼柱，感觉会给赤木大，那一个帝王盖帽。
两下子拍手。